一段单练套路。首先，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一段单练套路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进行一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身体左转，退步右插掌，螳螂双峰手，进步右撩腕，左峰右探拳，进步右冲拳。请看一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螳螂双峰手，沉肩坠肘，挺胸立腰，前腿微内扣，左峰右探拳，探身立腰，平衡站稳，探拳力达全背。现在请看一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一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分解教学。转身上步右冲拳，虚步下挂拳，垫步右绷拳，虚步下截拳，转身右插掌，螳螂双峰手，并步直立，身体右转，抱拳礼。现在请看一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虚步下截拳，挺胸立腰，截拳力达前臂外侧。一段对打套路，首先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一段对打套路。现在请看一段对打套路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一段对打套路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甲左转，乙右转，甲乙螳螂双峰手，乙上步右冲拳，甲进步左峰手，甲右撩腕，
以虚部下卦泉，甲左风右探泉，以垫部右崩泉，甲进部右冲泉，以虚部下结泉，甲以螳螂双风手，并部直立，甲右转，以左转，抱拳礼。请看一段对打套路动作要点提示。甲左风右探拳，以垫部挂崩拳，甲崩拳有力，以借挂拳之势做劈崩拳，击打甲面部。甲进步右冲拳，以虚步下结拳，以结击有力，上下相随。一段拆招，首先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一段拆招动作。螳螂双风手拆招，上部右撩腕拆招，现在进行一段拆招动作分解教学。螳螂双风手拆招，以上右部右冲拳，甲退右部外封手，以弓部左冲拳，甲虚部左封踩，上部右撩腕拆招，以上右部右冲拳，甲上左部外封手，右撩腕，